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广东广州，现在我是在一个天桥上面，小北路附近。刚刚走到这个天桥上面，就看见有一处独特的风景。因为我也是随便走走，可以看得到它这边它是有三个高架桥拼接在一起的，看上去了非常的壮观。加上地面的话，一共是四层的。随便走到广州的一个街头的，都可以看得到高架桥。据说广州是中国第一个有高架桥的城市。现在我走到马路边了，在这种地方呢，可以很直观的看得到这个车水马龙。广州不愧是一线城市，建设都是比较的繁华，路面的建设也是非常的好。它这条路也在这边建修，再给大家环绕一下。可以明显的看得见广州也一直在修建，也有相应的执法人员。我觉得在这种地方，如果是在傍晚的时候啊，应该会比较好看。